第四题到第五题是题组。小天使驾驶着爱车 A186 载着好友三军，人与车的总质量为1000公斤，前往七星山参加面山面海大会师活动，请回答四到五题。第四题是我们说，小天使行经一弧形弯道，并以每秒20公尺等速率顺利过弯，请问汽车所受合力的方向为哪一个？我们晓得过弯等于要做圆周运动，所以它需要一个所谓的向心力，向心力要横指向圆心，所以我们过弯，圆心在这边，所以它呢，我们的珠就是我们的向心力，它指向圆心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汽车所受合力的方向为哪一个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珠，答案是珠。